在的工作了。Thank you.
납득 안 하는 건 아니에요.
温度过高，里面温度26左右，然后相机的提示温度过高了。
小学生啊。我喜欢看迷你小。你喜欢看迷你小。妈妈，当时的迷你多大？这只是个模型而已。你在这什么？这是哪个屋檐上的？古蜀国开明九世，迁都成都。秦并巴蜀后，置蜀郡。蜀守张仪以咸阳为蓝本，筑建成都城。成都城由太城（亦称大城）和少城（亦称小城）构成。大城在东，为郡治，是蜀太守官司设区域。是蜀太守官司设区域，乃蜀地政治中心所在。少城在西，主要分布集市和市民居住区。筑城取土后，城外形成了千秋池、龙鼻池、天井池和柳池等人工水域，成为秦代成都城的护城屏障。公元前三世纪，李冰回蜀守，兴建都江堰取守工程，整治闽沱水系及渠道，开皮江、简江，形成集灌溉、航运、城市用水于一体的平原水系，打开了沃野千里、城市重立的天府之国的大门。汉武帝已采纳唐蒙、司马相如建议，蜀郡为依托，大力开发西南夷。成都以商业繁荣，人丁兴旺，交通畅达而声誉鹊起。少城临近二江，为成都交通枢纽和物资云集之地。其西南隅的南市日渐兴盛，与外江两岸之景观城、车关城隔江相望。向东南发展，玄宗幸蜀，大慈寺得御笔敕书《大圣慈寺》而盛极一时。韦高创设新南市，开凿解玉溪与金水河，城内高楼大肆林立，以大慈寺、摩诃池等为中心，形成了景色优美、商业繁茂的著名景观区。杜甫咏叹成都为“轩然名都会”，在摩诃池上则写下了莫须经白鹭的诗句。唐末西川节度使高骈扩筑罗城，又改内江绕北东两面为城壕。自此，成都不仅是国内少见的建筑包砖城墙的城市，还形成城圈相套的特征。
期，朝廷在成都设立成都府，罗城为府城，历经多次修葺。著名诗人陆游寓居成都近八年，曾在青羊宫与浣花溪之间，曾为梅花醉如泥，也曾在摩诃池上吟诵一过一销魂的诗句。成都这座城市深深烙印在诗人脑中，归乡后仍感叹自己前生并蜀人。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宋蒙战争几乎将成都的繁华摧毁殆尽，中原一带成都的城市建设仅为承继宋代规模的古建。再遭战火重创，清代在明蜀王府旧址上修建贡院，这个区域被称为皇城。同时参照城内街道和原明蜀王府走向，在王府西侧到城墙间修筑了专门给满人屯兵和居住的满城。满城呈鱼骨形路网，是南方城市中的胡同式建筑群。成都也形成了大城、皇城、满城三城相套的城市格局。建国后，老皇城被拆毁，相继修建了四川省展览馆、四川省图书馆、成都博物馆、四川大剧院等建筑，维和了以天府广场为中心的城市文化圈。建国后，老皇城被拆毁，相继修建了四川省展览馆、四川省图书馆、成都博物馆、四川大剧院等建筑，维和了以天府广场为中心的城市文化圈。再想一看，看我哪个？摩诃池相传是隋代筑城时取土之地形成的人工湖，其名意为广大有容。唐代时，摩诃池是成都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。五代时，摩诃池改名为宣华池，被纳入奢华壮丽的皇家宫苑宣华苑。宣华苑延茂十里，慧真殿、崇光殿、延昌殿错落分布在宣华池的东岸，池中有三座小岛，岛上分别是蓬莱亭、丹霞亭、象真亭，景色别致。池子西面则有迎亲宫等道教建筑。宣徽院位于南岸，是前蜀的一个职能部门。北宋初年，宣华院等后蜀宫院大多被拆移，两宋时期摩诃池的水域也逐渐缩小，但这里仍是成都城市中心最吸引人的景致之一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寓居成都时，就曾用诗句记下这里春水生新长，烟雾没旧痕的优美景象。明初蜀王府选址在此，摩诃池的大部分区域最终被填筑为平地。悬疑红树着新台，宣室龙池更早开，转得绿波宽似海，水心楼殿胜蓬莱。明洪武十一年（1378年），明太祖朱元璋
封年仅七岁的皇十一子朱椿为蜀王。三年后，派景川侯曹振主持营建蜀王府，历时九年，在成都城的中央建成了恢宏壮丽的宫城。蜀王府面积仅600亩，外设萧墙，内筑砖砌宫墙，城墙东南西北各有宫门，整体建筑布局沿南北中轴线东西相对称。沿着中轴线，
它所以是啊，然后它还有那个上面，因为它建的是大西政权啊，大圣，对对对，对就是，然后如果是上面有大西和大圣，就是他自己的造地厂造啊，然后他还有西王散工权，就是讲的一体的工程的。然后呢，你看这边呢，就是在之前国家没有啊这个天口啊在枯水期，就是相当于去年底啊11、12月份的时候，把水位很低，就把水打捞起来，然后就去打捞，就把这些之前呢也有一些大胆的农夫贩子，就去水里就把这些火母啊，还有它的那个印打捞起来，然后一倒卖上千万，才引起国家的重视啊，才把这些考古然后打捞起来，然后包括墨桶啊，墨桶藏银子，然后还有刚才这个钱呢就是流通的啊，然后这个钱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国库券一样的，这个大圣通宝钱就是要作为买卖的。就是他把这个木头然后弄开以后把银子放在里面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用那个铁木撬藏银，还是怎么把它弄来扎起，后来是的，说得好啊。我知道的有一个单位，他们是搞那个水务的，在下面那个专门搞这个啊，不是，他是在下面打通道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东西，是是是，就把这个交上去了，交上去的时候呢，因为当时打开他是把它打开以后才发现里面，它是一个榫卯结构。
他的文字里面虽然听得懂，这个是英语，遇上了南居跨河桥。Thank you.